当初我知影你的身世，我是一点失望。我爱食，爸绝对不是讨厌你。我一定努力改变，袂让爸失望的。你竟然敢会直接乌白来，那安尼我就叫爸来管。是啊，你拢安尼咧反背我。至少我感觉伊有真正在关心我。咱若是要行当去食的，爱靠伊才有机会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个拜咯，暗时八点，天之娇女罗琳雅硕声音。爸是希望你通行正道，莫因为过去错误，把一世人毁掉。我着知影，妈甲刘克群之间绝对无遮尔单纯。刘道理，你若无想要合作，我甲两个假证影片传互民警部，看到家己互伊上讨厌的人糟蹋，你安怎想？假影片好啊，好啊！你即摆是想讲天有无敌啊？所以你着会当代替伊啊，是无？我只是想要伫你上山浪费的时阵。念在你的身躯边陪伴你而已。子祥敢真正甲宇飞表白啊？哇！万一宇飞若是答应，阿变怎？林轩，我必须要对你负责，而且我一定保全这回。你是有某的人呢？你敢查某囝当作啥？幼婴？奇怪，我物件拢买好，这是走去倒？暂时啊，莫甲正经见面，先冷静一下，等伊甲婚姻的代志处理好势，再搁讲。我不爱。啊，不是我主动的，是我心甘情愿。谁让恁拢白照顾我？杨友清，伊有家己的想法离开你，我即马就打电话给伊，我要听看卖伊有啥物选择。唔准卡！你在创啥？快点！你一面欺负阿妈，伊一面甲你烂的。伊到底是在拍什么主意？伊不是外人，伊干嘛甲阮遐尔啊关心你？老总不是外人，敢讲是家己搞。心肝来交陪。